俺们家 AP 是不是有点多？漂亮！谁的一血？泽拉斯的一血，还行吧。其实再抓一波，对面还得死，可以再抓一波。来了，积木，给你个地火。给你个地火，积木想跟我 poke， 那不好使，我们不跟他 poke。 一打把妞空了，没关系，平 A 平 A 平 A 一平 A 打把妞平 A。闪现平 A 接点炎 ，A 难，偷。我溜传火，传火扣一下，一火扣一下，一下打被动，打把妞没血了，积木已经传送了一波，而我们啥也没干，两管血打了一管血，打了他两管血，这就是火蓝。打把妞，走位还不错。我想来个仪式的章节，但是差的钱呢有点多。攒点蓝，看看能不能再杀他一波。打把妞，他居然用 Q 补这个炮车，我实在是没想到。好，一平 A， 平 A 中，真他妈能扭！下回咱就平 A 他啊，让他扭来。我马上点炎好，再上来一步，直接一个 Q 加个点炎，
直接点燃评委，晃啥呢？跟谁俩走位呢？弹，大招推线。OK， 回家了。我们坚决不草丛回城。妈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抓我！来个仪式的章节，0-9，这把虚符啊，漂亮。透视啊，这叫意识。我感觉我应该换个扫描，完了 ，W 错地方了。哎呀，先让小兵往前走来 ，W 传火 ，Q 一下 ，W 弹闪现 Q 一下。再见。학생증입니다。为什么这火蓝没声啊？我才发现呢，我僵尸呢？我自己来。僵尸不会说话。僵尸不会歪比巴布。这波没办法去，把兵线推过去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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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没事，我们死不了，可以接受。走位不错呀！啊！哎呀，怎么是我死了？让他 Q 了，早知道让泽拉斯扛他，他也不扛啊！关键是，他也不给俺们扛。拿了700块，1-4的把我700块钱给我拿走了，老鸡嘛！值钱了，确实是值钱了。
看看能不能从他手中再拿出来七百，能不能准一点？漂亮！哎呦我天哪！真敢 Q 我呀，吉姆！我是真没想到你敢 Q 我，说实话。我四个技能甩过去，他直接游戏结束，直接嗝屁。再见！直接一秒，把所有技能全部甩掉。踩个雷吧，不知道豹女在哪儿啊，我的妈呀，打不着，对面三个人全部在上路，兄弟们，啊，兄弟们，此时此刻你们在干嘛？想必应该不用我多说了。一下给我整了俩传送。对面这把就是走位游戏，他们就得不停地走位。积木拿红了，那倒没有，积木不会去拿红。摇摆没意义，这个世界将会被僵尸征服。马上没了，我们赶紧拆。Triple kill， 漂亮啊！一颗 W 弹闪现走，找我打。你是不知道死字打血了，我一瞅啊，回家了。美甲窃魂卷，算了，火蓝基本上不需要美甲窃魂卷，火蓝只需要出冰杖就可以了。美甲窃魂卷才两层，先不出了，烫死！哎，有药，那死不了。对面这把必须得往上冲，不往上冲就被我们一直 poke。这把绝对是走位游戏，只能往上冲。对面耶、你搁这干啥呢？那盾弓出来好受了。哎，
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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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不讲武德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我看他的样子就感觉可能是有闪现，不过我这个 E 技能没 E 到他。其实有点难受，这个 E 技能的传火传的有点太近了，没传上他的火，传上他的火刚才被我闪现直接，他闪现过来直接被我扣中，扣中他就直接就人就傻了。不用하게써주지哎，这些也不行，我寻思能一打四呢。别别别别别别！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别别别别！换吧。既然塞拉斯非得与我们更换人头，那我们就换人头。谁700块钱没了？小娘，不换了，跟他们换好像不合适。这玩意儿281，一共两件散装，我们300块钱给他都不合适，不给他钱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一次不死，死一次一个嘴巴子。美丽区居然连红都不要，我没有想到。对面 AD 不是那么特别好杀。打印挺疼啊，啊，打印挺疼啊。弹他呀，没法弹了，你没看到 A 我一下我死了吗？得来个小鬼叔了。中路，哎，中路，中路有兵线，完了，兵线被积木的雷给炸掉了。我们得赶紧支援过来啊！哎呦我漂亮！哎呦我漂亮！
我正在排雷，兄弟们。哎呦，漂亮！这咋这么多雷呢？大龙打了吧，打完我们拿下。快来扛一下这大背，可以杀。对面 ADC 搁哪呢？哎呀，搁这儿呢 ADC。我看你挺狠啊，刚才呀，中推吧。能不能中一个？真歪呀。不得不说是真歪呀。咋没电着呢？一下 ADC 传火接个 Q， 我弹 Q 中。